敬请观赏八点档连续剧《流氓教授》。记得在监狱里的时候，我曾经梦见自己在大学里骑着脚踏车，带着一个长发的女孩，她的样子就跟妙静一模一样。念大一的时候，我遇到妙静，我觉得那并不是美梦成真，反而是妙静的影子在我还在管训队的时候早就进入我的梦中了。监狱里的我还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，我在梦里所看到的妙境站在我的人生新的起点，召唤着我，跟我招手。我告诉你们啊，我这儿总共有三个房间，看你们要哪一间呢、你们自己去商量啊。谢谢啊。哎，不客气。哎，那我要这一间，我要这一间。哎，里面点不要不会吵，那你们两个刚好门当户对。那个时候妙境也正好要搬家，所以我们三个人就找同一个地方搬进去了。以前那个房东是个卖古董的，现在这个房东是个杀猪的。金额是没错了，不过呢，我话可说在前头啊。虽然我们的这种菜市场的人呢，比较粗鲁一点，在菜市场里面呢吆喝来吆喝去的，比较大嗓门，不过我在家里头啊，我比较喜欢安静。哦，我对你们的要求呢不多。你们不要大呼小叫的，不要逼我大声。屋子里面呢整理得干干净净的，不要比我的猪肉摊还要脏啊，其他我都没什么意见啊。没想到那个房东啊还真有趣。哎，这样的人比较率直，有什么说什么，不会把话藏在心里。哎，妙静，你都只帮建龙的忙，不帮我啊，这样不公平。哎，好，没关系，我要去交个女朋友。你叫那么大声，吓死人呐！啊！就好了嘛，干嘛那么多？你还磕头的呢？真是的，快起来！磕你个头啊，磕！怎么了？缺牌搭子啊？知道就好，快点啊！我不要赌了。为什么不赌了？我今天才刚收了房租，叫我马上拿去孝敬你啊！我不要啊！
娘又不一定会赢。哼，说到你啊，最不够意思了，每次跟你打你都是自摸了，要不就是单挑七筒啊，哎，真是没意思。嗯，那是我牌技好，要不然大家叫我七筒嫂叫假的。哼，我认输，我不跟你玩行吧。哎，一只猪这么大只，上千斤，你都在宰了，胆子却那么小。哼，随你怎么说，反正我今天呢就是不赌。你的新房客是吧？借我看一下。啊，林建龙，动物大学的学生。怎么，是你的亲戚啊？你是真的不知道还是在装蒜？我装什么蒜呢？林建龙在报纸上登的好大。啊，我差点忘了，你把报纸都拿去包猪肉了，从来也没看过报纸，我还跟你说报纸。你知道就行了，还说这个。哎，那个林建龙怎么了？我跟你说，这个林建龙啊，十几岁的时候呢就跟人家开赌场，哦，做流氓啊，被警总抓去管训，接下来还来个杀人未遂，判五年。啊，这家伙这么坏啊，那我岂不是……哎呀，你先不要说，我还没说完呢。后来他在监狱里头改过自新，努力的念书，念三年考上大学，所以报纸才会登了这么大篇。哎呦，这小子还真有一套，混流氓还能考上大学呀？这是真的，因为我有个叔叔跟他一样住在流氓坑，他跟我说的。哎呦我的妈呀，我这个杀猪的把房子租给杀人的，那我岂不是引狼入室，找自己的麻烦吗？不用烦，烦什么？嗯，杀人犯没住你家，你当然不操心了。嗯，人家说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而且我叔叔还说，那个林建龙啊，他本性不坏，也很孝顺。他以前是年轻不懂事，他现在改了很多了。嗯，像你啊，以前在追你老婆的时候，跟别的男人为了吃醋，哦，拿棍子就把人家打得头破血流的，你自己还不是一样？哼，这二三十年前的糗事了，你怎么还记得那么清楚啊？本来就有嘛。哎，小丽啊！哎，小丽，你回来了。哎，小丽，哎呀，怎么没大没小的，叫人呢？爸，200块。嗯，前两天不是才给你的吗？那么快就花完了？你到底要不要给我啊？哎，小丽，嗯，不是伯母爱说你啊，你实在是要好好的想一想，你爸爸赚钱也很辛苦，你为人子女的就要省点花，不要那么会花钱嘛。我们家的事不要你管。爸，我拜托你好不好，家里又不是菜市场，那个围裙啊你不要再穿了，脏死了。是我就一头撞死，养了这种女儿真是丢人。如果他妈不是那么早死，他也不会变成这样。就是说嘛。方东先生，你就是报纸上登的那个流氓大学生啊？是啊。你怎么不早说呢？方东先生，如果你后悔把房子租给我，没关系，我可以搬。哎，你在说什么啊？你这死老头，你在说什么啦？人家可是状元。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七筒嫂。你好。嗯。但是以辈分来说，你要叫我伯母。怎么说呢？嗯，我有一个叔叔住在你们流氓坑，叫亲伯。亲伯公啊，我知道。哎，知道啊。再说，我年纪又不大，以我的造型，
跟我的外形这么年轻，你还是叫我七童嫂好了，对不对？七童嫂，你好。哎，对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人家说啊，人亲土亲，桌子上更亲，到我家来一趟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哎，七童啊，你真是的，连这样的年轻学生你都要吃啊？哎，你怎么那么说啊？好像老娘要占这个年轻人的便宜似的。本来就是嘛。哎呀，你真是要死了！你这个话如果传出去还能听吗？我这么大的年纪了，名声也要帮我顾一下嘛。我也只不过是三缺一，叫他来补一下而已，被你讲成这样。找牌搭子，你去找别人呐。哼，你也真奇怪，我又不是邀你，你管那么多啊？哼，那你自己问问看他愿不愿意。问就问嘛。建龙，想不想到我那儿啊？啊，拜托。七童嫂，不好意思，我不打牌的。听到没有？人家不像你那么爱打牌。建龙，大家是有缘才能当邻居，到我那边坐坐嘛，顺便介绍一些朋友给你认识。啊，七童啊，如果你再继续纠缠下去，待会儿把你打成酒桶。好嘛好嘛，不然改天了，反正机会多的是啊。嗯，建龙啊，我们到客厅去。啊，客厅？哦，我看你可能想在客厅开一桌。哼，我看你个头啊，开。大学生，叫我啊。哎呦，怎么这么英俊啊。啊，游泳啊。人家是学生啊，不要在这教坏小孩子，快回去。好了，改天一定要来啊。你怎么了？好了好了。哎，建龙啊，到客厅，我有事要跟你说。好啊，我们一块去。好。建龙啊，你在社会上打过滚，还闯荡过，我也就不跟你拐弯抹角了。我坦白的跟你说吧，啊。房东先生，我也坦白告诉你，我是不会沾赌的。赌博？哎呀，拜托，我怎么敢跟你赌啊？哎，我又不是七童嫂啊，哎，头上有个洞，如果要跟你赌啊，干脆我不收你房租。哎，是这样的，我想请你当我们小丽的家教。要是这件事，我可以试试看。干脆，哎，跟你交个朋友，我心情很好。价钱都还没说呢，你就答应了。价钱好谈，如果交得好，照行情给我；交得不好，送我几块猪肉就可以了。我不会这么不讲理的。不过我话说在前头，我这个女儿啊，很难管教。她母亲死得早，个性又倔强，一天到晚在外头啊，跟一些不三不四的孩子在一起鬼混。房东先生，是不是因为我的过去才找我当家教的？嘿，真聪明。人家说啊，明人眼前不说暗话，一丁点都瞒不住你。真是这样，没错。不过以前啊，我替我女儿请过很多的家教，结果呢，不是被她赶走啊，就是被她气得根本教不下去。我了解你的意思，你希望我一方面可以教小丽功课，另一方面教他不要学坏，对不对？没错没错。从前都是别人劝我，想不到现在我还能劝人。你就试试看嘛。嗯，可是房东先生，我不敢跟你保证能够达到你的要求哦。没关系，你尽力，你尽力就行了。哦，好。爸，你怎么来了？阿凤，你好吗？我很好啊，进来坐。
爸，你来的正好。等一下，我帮你量一下。这小孩的衣服如果织好了，我再织一件给你。你没有必要给爸爸任何东西。你当爸爸的女儿，我也不曾给过你什么，只会让你跟我东奔西跑。你坚持要见阿丁的时候，我也没有阻止你。我现在想起来，我很心疼，也很不甘愿。爸，你没事说这些干嘛啊？人家说做外公的应该要眉开眼笑，你这样才有孙子缘啊。你伯母她来找过我，你的事我都知道了。爸爸带你到医院去，把这个孩子拿掉。既然伯母都跟你说了，爸，你应该知道，这个孩子我一定要生。如果我当初坚持我自己的想法，你就不会嫁给阿丁了。这都是我一时心软，才会让你跟着阿丁吃苦。你甘愿跟着他吃苦，这是一回事；你甘愿冒着生命危险替他生这个孩子，这又是一回事。这次我绝不能心软，你一定要听我的。我是你的女儿，我当然要听你的。不过现在我是这孩子的妈，就像爸一样，你想要保护自己的女儿一样，我有这个责任保护自己的孩子。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可以夺走他的生命，你是我爸爸也一样。好，这是你为人母亲的权利，我不能干涉。我总可以找孩子的父亲说吧。可以啊，你想让我怨恨你一辈子，当然也可以。为了要救自己的女儿，我没什么选择了。这个世界上，能够有怨恨自己爸爸的女儿，不能有不顾自己女儿生命的爸爸。爸，这个世界上能够有顾自己女儿生命的爸爸，就不能有顾自己孩子生命的妈妈吗？你如果出事了，我会有多伤心，你知道吗？我孩子如果出事了，我会更伤心的。从我小的时候开始，爸，你就一直不了解我，我也不会怨你。不过现在我已经是大人了，我是别人的妻子，我也快当妈妈了。你到现在还不了解我的心情，这样你是不是太残忍了？我如果眼睁睁的看你去送死，我才是全世界最残忍的爸爸。我现在很幸福，爸，我求求你，我求你做一个替女儿保守秘密、疼惜女儿幸福的爸爸，不要当一个杀死自己孙子的凶手。我无计可为，心难为。
说过多少次了，叫你不要坐我的床铺，把我的被子坐得油腻腻的，很难洗耶。我都还没开口呢，你就说了一堆呀。哎，我问你，现在几点了？爸，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我外头啊有很多朋友。那你有没有想到家里还有一个爸爸呀？有啊，我每次没钱的时候都会想到你。那你今天想我没有啊？上礼拜有想过一次，今天还没有。那我再问你啊，你有没有想过我这个爸爸在家里头会不会寂寞，会不会想女儿啊？爸，你真的很自私哎！你有没有想过我这个女儿也会孤单，也会寂寞，也会想妈妈？你都已经是大人了，这么大的年纪，自己孤单寂寞的时候你不会去找人呐，每次都要找我。我当然要找你咯，你是我女儿啊。啊，说到重点啦，我是你的女儿。爸，我是个女孩子，有些话能够告诉你吗？女孩子的事你也不懂。知道，我是个杀猪的，我只会拿菜刀剁猪肉，其他的我都不会。就像你说的，我整天都油腻腻的，全身都脏兮兮的。你母亲死得早，我又没有办法教你，我不敢奢望。也不敢要求，我只能努力的工作，给你一个好的环境，让你将来能有好的条件，可以挑一个好丈夫，不要让人家来挑你。七筒嫂说，我是个好爸爸，我自己知道，我只能算是一个能赚钱的爸爸。我也不能陪你，就算我有那个心吧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陪你。人家说养孩子容易教孩子难呢，我只要一说到这儿啊，我就想到你妈。不知道要跟你说什么，我只觉得你年纪越大，我们父女就越生疏。人家有能力的家庭才敢指望出个好子弟，我们这种平凡的家庭，我只能要求我自己当一个好爸爸。小丽，你已经高三了，马上就要考大学了，我替你找了一个家教。不用了，浪费你的钱，浪费我的时间。爸爸能替女儿做的，就不算是浪费。好，反正我要是不答应，你也不会死心。来一个，我带坏一个。都是我教他们，怎么会是他们教我？这个不一样啊，他可是个高材生啊，你上课就知道了。我也想当你的乖女儿，可是我做不到。哎，杀猪的，这么早就收摊了？给我一斤五花肉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明天请早。怎么了？因为建龙啊，今天开始要帮我们小丽啊补习功课，我这个做爸爸的能不去关心一下吗？好啊，我也去看一下。
你真奇怪，连这个你有兴趣啊？哎呀，快点啦，赶快收一收，快点去啊！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你干嘛催我呀你？快点收了，啰嗦什么？我也顺便去把我的菜摊收一收，哎，快点快点啊！小丽，三角函数你应该会吧？来，这第一题，你试试看。或者写第二题，没那么复杂，好不好？啊！啊！想什么？干什么？说。要不这样吧，我们先别写，用说的。你告诉我，什么叫 sin、cosine？小丽，你不跟我说话，我怎么教你呢？是不是你连 sin、cosine 都不知道？他是说什么？什么塞不塞的？哎，教数学要塞什么？塞什么东西啊？哎呦，你懂什么啦？人家那是数学名词，你不懂的话就少在那边胡说，丢人现眼。你用说的我就知道了嘛，干嘛骂我呀？哎，他可是我花钱请来的。哦，出钱就了不起啊？安静啊，吵死了。嘘。小丽，要不这样吧，你把你们学校考过的试卷拿出来给我看。别担心，我不想知道你考几分，我只想了解你到底懂多少，我才能知道要从哪里开始教起啊。小丽，你要知道，你爸赚钱很辛苦，你总不希望他花冤枉钱吧？没关系，我慢慢的教，你才知道你错在哪里。其实你是一些基本原理不够了解，所以才一头雾水。其实很简单，你看。花无几枯萎，心乃萎。其实你是一些基本原理不够了解，所以才一头雾水。其实这很简单，你看啊。我知道我程度差行了吧？小丽，小丽，小丽啊，小丽，小丽，静龙，静龙，不要生气啊！我跟你说过嘛，我这个女儿她真的是……哎呀，她就是这个拗脾气。静龙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尽管打，我当你靠山。打你个头啊！打！静龙啊，房东先生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你晓得我需要钱，才肯给我这个机会。我高兴都来不及了，你不要这么说了。哎，坐坐。你这么说，我反而觉得更不好意思。来，坐坐坐坐坐。我自己的女儿，我会不知道吗？其实她很聪明，就是少个人来引导她。我这个做爸爸的，生意又这么忙啊。再说，我也没那个本事能够教她数学，所以。还得拜托你，啊，千万不要放弃他，看在我的面子上，行不行？房东先生，像小丽这样的孩子到处都是，我们不可能见一个救一个。但是像你这种父母，就跟我爸妈一样，不管自己的孩子走上哪一条路，只要能替他们想，帮他们做，劝他们回头，就算只剩一点希望，你们永远都不会放弃。宁可让自己难过，都会拼了命为他们去做。但是面对你这样有爱心的父母，只要我林建龙还有一丝力气，我一定会帮你帮到底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你们两个真要命，讲得我眼泪都要流出来了。建龙，我坦白跟你说，你这个孩子还真是好。我改天
一定会找几个好朋友跟你赌，让你赚些学费啊。伯母。嗯，什么伯母？祁同嫂。祁同嫂，谢谢你，我已经戒赌了。戒赌，赌博不好啊。什么？你刚才说赌博不好，还是说戒赌不好？哎，随便啦。哎，建老，你说哪一个比较好？嗜赌都不好。嗯，如果我自摸七筒怎么办？那更不好喽。我这个七筒嫂要改成什么？只要跟赌没关系的都好。我，嘿。阿峰，有人敲门。阿峰，有人敲门。你不开，我去开，我去帮儿子开门。哎，伯母。阿迪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你们。哎，越来越体贴，自己煮饭。伯母，进来坐。哎，伯母，里面坐。啊，阿凤在房间，我在厨房里面忙。你去忙你的吧。阿凤，快出来，伯母来了，快点啊！阿凤，你肚子又痛了。伯母，千万不要让太深知道，我忍一下就好了。伯母带你去医院好不好？不用了，现在如果去医院，太深就要一个人吃饭，我痛一下就好了。你痛一下就过去了，可是你有没有想到你爸跟我？我刚才看到阿爹高兴着学当爸爸，我真的很替你感到安慰。你继续这样欺骗他，到时候我们不要想这么远好吗？太深他现在能快快乐乐过日子，都是因为这个孩子。他能快乐，这样就够了。从我以前跟他到现在，他吃了很多苦，尤其是泰勒去世的那阵子，他能熬过来已经是很幸运了。我甚至不敢妄想说我们能像现在这样高高兴兴的过日子，我觉得这样很好。伯母，你能了解我的心情吗？阿凤，你要不要紧啊？啊，以前我们生孩子就好比赌博一样，如果能请到个产婆把孩子的脐带剪断就很好了，撑不撑得过就看这个女人的命。可是你们现在不一样了，医院妇产科满街都是，需要这么冒险吗？如果你要冒险的话，你也要让阿丁知道啊。不可以，他如果知道，他一定不肯让我生的。如果这个孩子没了，就算太深嘴里不说，他一定会很失望的。伯母，你也知道他的个性，他会变成什么样，我真的不敢想。他以前当流氓的时候，我最怕的是他会出事。现在他好不容易才为了这个孩子要洗心革面，我现在最害怕的就是他又陷下去当流氓。也对，你跟阿爹能到现在都是你的功劳，你们就像是我的儿子跟媳妇儿，儿子要过，
媳妇儿也要过。阿峰，你一定要好好保重，万一你有什么差错，最难过的是伯母，因为伯母能阻止你，却没办法阻止你。你放心，伯母，医生说过了，机会一半一半，我们往好的地方想就好了。我们都是当人家棋子的，万一你的情形发生在我身上，我一定做不到。我真的很想找个方法来帮你，可是我没办法，我真的很没用。伯母，我们不要想那么多好吗？只要财神他高高兴兴，这样就好了。我无计可为，心难为。哎，伯母，你来看看我煮的好不好吃啊？男人啊，这样就很厉害了。为了答谢伯母您的夸奖，等一下留下来吃饭。阿波，快点出来吃饭了，顺便也把我们的孩子带出来吃饭啊！我要让他知道我这个爸爸是一个孝子。哼，快点快点啊，吃饭喽。阿丁，快要当爸爸的心情如何？很好啊，我很快乐啊。哎，伯母，我对我儿子的爱心啊，从这桌菜啊就可以看得出来了。阿丁，万一这孩子……伯母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是生男还是生女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啊，如果是生男的，最好是不要像我；生女的，最好是像我们阿凤，这样我就放心了。当爸爸不比当先生，你可要有心理准备。有啦，伯母，我最近都在看什么育儿手册哦，有人教我奶粉要放多少，水的温度要多少度，这样加下去才好喝，还有什么尿布的尺寸，哎呀，一大堆了。我如果不会就问伯母啊，对不对？他也是你的孙子，是不是？儿子、媳妇儿、孙子，照理说我应该很满足了。阿丁啊，你一定要听伯母说，你不要只顾着自己高兴，你对阿凤要体贴一点。疼老婆的机会不是常有的，你等到没机会的时候再后悔就来不及了。哎，伯母放心，我会疼阿凤的，你放心了，我一定做得到。哦，还有建龙啊，改天啊我带他来这里传授他两招，让他知道不只是做人家的女婿，还有做人家的夫婿也要学这些了啊。伯母，我不会让你操心的，你放心啊。阿凤这种媳妇儿找不到了，做人家婆婆有时候也很为难，不知道是媳妇儿好还是孙子好。都好啊，还有啊，我这个儿子也好，对不对？老板娘，都帮你送来了，这是猪肺，这是猪脚，这是里脊肉啊。没错啊，多少钱？650。650。哎，对对对，好，来，谢谢你啊。哎，谢谢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来了，650。哎，明天送多少啊？我再打电话给你。好好好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哎，好。老板娘，今天漂亮啊，头发吹这么漂亮啊。你没长眼睛啊？不好意思，撞到你了。我帮你擦一擦。不用了，脏死了。对不起啊。我们早不要理他。对不起啊。
那个女的不错哎，要吃得到才算数啊，吃得到才算数啊，来啊，这给你。哎，我们再逛一逛吧。哎，同学，哎，喝杯咖啡吧。嗯。哎，要不要看电影？看电影，李小龙还是琼瑶的？不要啦。哎，拜托一下嘛，当朋友又不会死，我的朋友都在看，你就给我一个面子吧。我干嘛要给你面子啊？长得丑死了。盖先，看你多会盖呀！啊，对呀，在盖嘛，在吹牛啊，混不下去了。笑什么笑啊？有什么好笑的？我不需要家教，不用你多事。哎，小丽。念书没有那么困难，你是因为基础没有打好才觉得什么都很困难，只要你把基础打稳了，就会知道念书是很有趣的。哎，你很烦呢，我说不要就是不要嘛，你想怎么样？你在干什么？再看我就扁你了。我没看过你这种傻瓜，这么没种，我看不起你。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，我女儿不知道你曾经待过管训队，对你没大没小的，你别介意啊，千万不要。房东先生，没关系。其实不管你的女儿个性有多坏，离管训队的资格还差一大段呢。她很聪明，我有信心。谢谢啊，谢谢啊。小丽啊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你要进来之前要先敲门了。这样可以了吧？请进。小丽啊，今天生意不错，这个给你吃红啊。不用了，这礼拜我还没有想你。小丽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。那等你想到了再说吧。这说话如果能像杀猪那样，真不知道多好。小丽，其实那个家教人真的很好。他好我不好？虽然我是个杀猪的，可是我觉得我的女儿是最好的。你如果没有我这个女儿，你会更好。你要买什么？白色的那件。你买围裙干什么？家长课又不用上了。我用得到了。老板多少钱？150。谢谢。好好。走了，我们去吃冰包。好啊，哪一家的？随便。
老板，多少钱？哦，十块。十块钱。来。围裙呢，小丽，我的围裙呢？爸，我拜托你好不好？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早上说话不要那么大声，可不可以？我的围裙呢？围裙不是在这里。不是这条，我那条比较旧的呢。爸，这条是新的耶，比较漂亮又干净。那条旧的脏死了。我那条旧的已经有感情了，你知不知道？这条新的那还培养多久才会有感情啊？怎么，你把我那条旧的拿去丢了是不是？没有啊，你不要自己忘了放哪里扯到我这里来啊。只有这条，要不要随便你。哎呀，我今天生意一定很不顺利，无缘无故换条新的围裙，那旧的就好好的嘛，换它干什么呢？这是啰啰嗦嗦的，好心没好报，有些不知道怎么当你女儿。我听你敢袂知？